各位乡亲士大，大家好，我是台中市议员李应宏。新的一年过来了，在此向大家讲声恭喜，金鸡去到来往，新的一年祝大家身体健康，生活上有够吃，有够穿，有够大，生理上有够好，有够赞，有够赚。多谢大家的支持，恭喜大家大赚钱。